惠灵公第十五二十一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二十二子曰：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二十三子曰：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二十四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二十五子曰：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欲？如有所欲者，其有所恃矣，斯明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二十六子曰：吾忧己使之缺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。经